The Suzhounese dialect. 5. Numbers.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. Greetings and phrases. 男孩、女孩、大家孩、五懂、六懂、三妹孩、小娘奶、翻卡起、再会、爱社会、当你的门宅会，发眼日子，对不起，发眼分眼，发眼劲，吃斋会，吃腰会，当客虫，困累个。The Wren. 接连是一种蝶的名称，而苏州人方言俗语呢叫黄头。有只接连看中是只车棚，觉着里向蛮舒服，所以随了里向种植一只棵。外加了棵里向养殖几只小白白，为只要养活搿点小家伙呢，爸爸妈妈非常辛苦。也飞到外头去寻吃食，回转来再预备搿点小白白吃。搿日子带来规矩，爸爸妈妈飞出去寻食材，谁让搿点小家伙呢单独留辣壳里向。不交个辰光，要爸爸回转来着，回到壳里向一看门，哎呀，勿对位，只看见自家个白白啊，浑身发对面孔啊，皱着着哇。要爸爸一进门。囡啊，你到啥了要喝得这个样子啊？还是啥人来欺瞒你这个咋？哎哟，爸爸，刚刚来自一只大野怪，怕是得嘞，你个眼睛慢慢都凶得嘞，盯了自己个口里向看，哎哟，吓死！哦，这个桩事体啊，囡啊，搿么你俺看见伊搿个大野怪望着侬搭去只家。爸爸，搿个大野怪，侬忙搿面追脱在。等你到回家啊！爸爸讲，我去寻上你，你到回好，别担心，我去捉来你。说完嘛，爹爸爸一进追出去，爹爸爸飞啊飞，不里看见在，只看见前头呀有只狮子，神气威仪，摇晃忙着前头辣浪追。爹爸爸来得个勇敢，一点点不好，连飞过去，啪，落在狮子背心上，开口就问：“喂，你有啥个事体到我屋里向来？你为点啥要吓我个伯伯啊？”介绍搿只狮子睬也勿睬，只当勿听见，是归是，成群忙着前头辣浪追。爹爸爸搿来得有点气着，好要勿睬我啊！搿是我也勿忙着的，要拨点回数拨你得唻。好龙爸爸干，我当你讲啊，你不知觉事情是我到我屋里向去干，我一警告你，如果你下趟再来，再要吓我个小白白，我非会让杀你个。爹爸爸一边讲么，一边抬起一只脚，我一拿我个脚，大头那个背两结棍，哎呀，试喏。说完么，爹爸爸重新飞转去，在客户里向么，一劲安慰自家个小白白。囡啊，你都别吓啊！我已经碰头这个大野怪子，我打这个家伙上次一口，警告过你子。那是这只大野怪，不敢再来找，你都别吓，爸爸会得帮你多改。